他说需要5分钟的一些缓冲期，还是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飙车了。？OK，现在就不小卡还有零食那些都准备好了吗？要。不要说开始了就干，我的小卡没开。没有没有没有，都已经是先开好了，只是我刚刚才那个带着零食们杀回来。OK，好，那就二话不说直接飙车喽。好好啊，对，好，我还没放那根上来吼。哎，有了有了有，OK。OK，录音也开了，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不浪费时间了。OK，好。至于，当然，一个故事都会有一个根源，一个根源之下，又会有更多更多的枝干开始延伸。那在延伸成长的过程中，时间就像是沙漏似的，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流下。当然，虽然岁月会使人成长，但是有些过往的记忆也会使人遗忘。时间也回到了刚开店没多久的时候，那个时候 Palmaris 也还没有来到店里的时候，而且这个就像是一切的小小的根源。在来到 Neverwinter 后，也遇到了特别的小小的意外，也说自己算是运气好吗？或是赌博，也不确定。但是在一个走投无路的状况下，也在那一头，算是有着一头棕色卷发的人类，那位名叫 JB Nevercall 的投资商，他的资金的帮助下，在旅社的基本开销和帮助下，生活也逐渐的随着时间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而店内也开始慢慢的从零开始变成了。有一点算是小小的增长，虽然没有像一鸣惊人这样子从零直接飙到100，但是算是有缓缓的一步的慢慢在前进。当然呢，Nevercall 先生在店面建起来后，虽然探访次数不是很多，但就像是他能预知似的，他每一次来到店面都像是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事般，都会给予。像是在重要时刻，或是在沙漠的那一滴甘露的水般，给予特别的有益处的帮助。但是最近出没次数倒是又更加少了。从一开始还会面对面的见面，到后面就像是偶尔的突然出现在店面，或是在吧台上，一张熟悉的纸条。或是在打扫时遇到的、看到的、撕下的一张笔记页面，虽然看到最后的署名都知道是他写的，可是对于面对面的这个次数，已经不像刚开始完全从零那时候正在整顿店面时候看到他本人这样的次数这么多了。而至于字条上基本上写着什么呢？只有看到最近 Nevercall 只表示他最近似乎在处理一些麻烦事，其余他也没有说太多了。只有特别交代说，如果最近有看到店里出现特别的客人，也需要你好好的去看管，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当然，他也没有说太多，也只在最后的署名。还有署名前面一个小小的，像是一个背记，一个备注，上面写着：“做得好的话，也确实，目前店里也只有你一个人在打理，所以他也正考虑我这个小小的要求。”他是这么写的：“如果这个小小的要求完美的达到的话，我也会好好考虑作为。”一个小小的奖金，额外的补助金，额外的，他没有写太多，也只说我会在一些方面好好的协助你的。当然呢，
虽然这一张这些纸条们算是大概说一个月一张，类似这样的频率，偶尔两个月一张，嗯，但是当然呢，今日又是一个如同往常的夜晚 ，Neverwinter 开始迎来了一个新的一年，一个新的春天。看到那原本寒厚的积雪已经缓缓的消去，毕竟 Neverwinter 不像北方的 Rosegar 或是 Icewind Dale 那么的寒冷，所以消去的速度也特别的快。可以看到微微的积雪只在道路上微微的透过着这个月光，闪烁着亮着那银白色的光芒。一样的 ，Sora， 今天的你还是做着一样的事情，打理、开店、服务，就像是如同往常般。当然的，还有看看偶尔巡视时会不会突然被塞一张纸条，又多了一些有的没的事情罢了。那今天是没有的，今天十分的往常。也目送着那零碎的客人缓缓的离去之后，你也简单的也是作为平常般的打扫。可是正你要关上将 店的门关上之时，你好像听到了 VIP 包厢好像传来了零碎的声响。那 Sora 你要做什么呢？员工们都回家了，剩你了。好，那我会就是，嗯，还有人没走吗？怎么可能？然后就一边这样小声嘟哝的，然后一边就是直接走向那个 VIP 的那个包厢区，然后就掀开布帘往里面探看。帮我甩个 perception。perception 的话。莎莎，你听到了那个小小的零碎的声响不停从里头传出。你将布帘缓缓的掀开，你看到里头的三张桌子，看起来就像是没有人一样啊。你眨了眨眼，但是眼角一瞥，你看到好像有什么人坐在角落的位置。我愣了一下，然后我会稍微再往里面走了几步，然后就不好意思，然后一边走进去看。帮我甩个这个的话，帮我甩一个 stealth， 我只是看一下而已，只想看一下 stealth 的话 ，OK 好。你缓缓的、安静的边问着。不停地往前迈进，朝这个没有任何灯光、蜡烛黑漆的角落的位置走去。你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形体透过你的夜视，就你也感觉到这个小小的形体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你。虽然你透过夜视只看着黑与白，但是你看到了好像是一个小小的 humanoid 坐在那里。阿里。我，奇怪的，还有客人吗？那个，我会想要试着看一下周遭有没有那个蜡烛台，先把蜡烛台先点燃，这样。帮我甩个 investigation。你看了看周遭，并没有任何的烛台。你眨了眨眼，该不会是哪个是 Neverwinter 的孤儿院的小朋友把烛台干走了呢？你皱一下眉头，原本这里应该是有烛台的啊。之后再问一下男孩子，那小孩子你是客人吗？还是
之后我再继续往前走了几步，试图就是看清楚对方。好，那帮我塞个 insight。OK， 你慢慢的往前走着，说着，你感觉到了，看到了那小小的个体在黑暗中缓缓的动了一会儿，你听到小小的摩擦的声响，你看到，你虽然不太确定，但是你感觉到这个小小的个体好像被一个麻布的有点厚重的毯子给捆着，你看到了一双眼睛眨了眨。盯着你看，这怎么一回事？你等一下，然后我现在就是立刻折返到柜台那边，我很确信那边的蜡烛我应该还没有熄掉。帮我塞一个 investigation 看一下。嗯，对，就不要连柜台的蜡烛都没起哦。你迈步的走向了柜台，当然的，原本正要吹熄蜡烛，因为在这个骚动之下，你并没有吹熄它，正在点燃的微微的烛光，用着十字烛台，轻巧的这黑色十字烛台的蜡烛台。依旧在你的吧台在缓缓的亮着温暖的光芒，一看就看到了。我会拿着那个小小烛台，就是小心的走回去包厢那边，然后就一边你还好吗？然后呢，一边就是右手去撑开布帘那样子，然后护着烛台的走进去。好，那帮我塞一个perception 来看一下，能不能看到什么详细呢？你注意到，在有这个小小的烛台、这个灯光的协助下，你现在也看得更加的清楚了。要说的话，现在看到这个小小的个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孩子，被一个大大的如同破麻布，你闻了闻味道，你皱了一下眉头，现在点的蜡烛或许看起来更加的更加的好像可以解释了，虽然包厢的味道已经被食物给覆盖，但是现在看到这个麻布，这个布料看起来就像是裹尸般的捆着那小小的个体，你也注意到那一双眼睛，现在在灯光的照料下，你看到那如同墨汁那墨绿色的瞳眸，一直盯着那微微的烛光，看着你错愕的面容。但是你注意到这个瞳眸下的这个肤色，看起来就像。是正像看起来就像是一般人，但是肤色偏黑了一点点，稍微又黑一点的肤色，比起橄榄色再稍微灰黑一些些。嗯，我会先愣了一下，然后先注意一下，就是除了他跟他身上的布以外，有没有什么像是字条或者说什么东西在周遭？你看了一下周遭，并没有。就只有这个小小的个体，还有那一对墨绿色的眼睛不停的盯着你看。我会就是眉头整个紧皱，然后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然后我一边蹲下来，就是想要检查一下捆着他的布料，就是试试看能不能解开那种感觉。可以 ，investigation 看一下。Yeah. 在你正要手要伸过去之时，你看到这一个小小的个体，就像是下意识的惊吓或是惊讶。你看的，你注意到，他虽然并没有说任何话，
但是你听到了微微的金属的声响，你眨了眨眼，你看到这个就像是和你些许相像的半精灵小孩子，面容看起来大概约9岁左右，手上握着小小的匕首，二话不说的就像是做防备似的，虽然他捂着那个裹尸布，但是你手伸过去之时，你感觉到你的手心被他这个突然伸出来匕首狠狠划了一刀，你受到4点伤害 ，total 四就是、OK， 好，然后就是哦，甩了甩那个被划伤的手，然后嘿，我就双手就是我现在稍微揉了一下我的伤口，然后再就是两只手在他面前摊开，就是嘿，冷静。然后我指了指那个就是捆着他的布料，然后就是帮你解开，然后就一边示意就是说我只是要把他解开的意思，然后摊着手在他眼前再挥了挥，帮我塞个 persuasion， 我看他会怎么反应。你看到他眉头紧紧的皱着，摇了摇头，但是他后来你看到这个半精灵的小孩子是默默的沉默了一会儿，看了向你，他缓缓的点了一下头。我是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我的语言啦，希望是知道的。然后我就一边嘟囔着，一边就是把它解开。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啊？一边解。帮我塞个 insight。你注意到这个半精灵孩，这个小孩子完全在你问的时候并没有回答任何一句话。你轻轻的用你的手忍着那刚刚因为被小刀划到而疼痛的手，将这个裹尸布缓缓解开之时，你也闻到了这个布料好像内里的部分传来了血腥味。你看到了这个小孩子只是盯了一下你，头缓缓的撇到了一旁，随后他又默默的转向了你，然后耸了耸肩。我会先就是把那一块布料先小心的完全撤下来，然后就是检查他的身上的情况。好，帮我塞一个 medicine。你看到这个孩子全身上下都被灰，大概是灰黑色这种棉麻布料的衣裳所盖住，都是长袖的，全部都是盖着。你只看到微微的几根缓缓的小小的手指从这个大大宽宽的衣袖缝中露出来。你也注意到这些衣服完全是不合身的，和他相较是完全不合身的。你只看到这个神秘的这个半精灵小孩只是默默的盯了你一眼，你看到他眯起了他那一双墨绿色的眼睛，甩了甩他的头发，你看到在你将这个裹尸布的兜帽的部分拉下来之时，你看到他是有一种，他是有一个檀木棕色的短发。我会看了一下那个布料，然后再看一下他，我就凝视了他眼睛，然后歪头，能说话吗？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就一边指着自己。他看着你，轻轻的眨眨眼，微微的歪了一下头。你看到他似乎好像要做些什么事的，但是他缓缓的在张开口之时，又合闭，直接闭了上来。你看到他用他的手缓缓的指了一下周遭，然后做出了像是写东西，要写东西的动作。对，手在那边比。但是因为衣袖蛮宽大，你看到这个小小手指是在那边有点困难的在那边比。
我就稍微就是然后我就摸了摸下巴，然后我先一手拿起了桌上的烛台，然后就是伸手就是示意说就是牵手的意思，就是我带你过去柜台那边有纸笔。他看向你，缓缓的点了点头，但是你注意到这个孩子并没有想要将手放上你的手的意思。你看到他只是默默的将他的手直接往后一摆，藏进了他那宽大的衣袖里。我稍微看了一下，但也就没有特别注意什么，但我就是不介意那种感觉，然后先把那个裹尸布先抓起来，对，先抓出来，对，不能留在那里面。你闻了闻，好臭。内里的部分非常臭，你发现外面其实是可以盖住，但是内里可以正正看起来像是有洗过，可是那内里飘出来的味道真的很难闻。我摇了摇头，然后就是用外层的地方，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是隔着那样子，就是只抓着外层，然后把内部的地方就是折啊折的，给它抓成小包裹的那种感觉，抓成一小包，然后呢，在另一手拿着烛台，就是掀开布帘，示意他可以先往外走。帮我塞个 insight。你眨眨眼看了一下这个神秘的孩子，只是东看西看，看向你微微的缓缓的点了一下头后，就是便自顾自的走了出去。但你看到他走出去之时，你也感觉到他似乎正在警戒着什么，有点像是在不安着什么似的。我会看着他的行踪，然后我会想起我曾经也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是类似这样子，所以我沉默了一下，然后我看着他说，没事的，现在打烊了，店里只有我跟你，没有其他人的，门都上锁了。帮我载个 insight。 奇怪， DC 有点没跳出来，就等一下，他有时候会等一下。你不确定这个孩子正在想些什么，在你的判断下来，感觉他就像是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似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比较没什么表情吧。你看到他看了一下外头，又看了一下你，眉头缓缓的皱了皱，他并没有说些什么。我就先就是。我是顺着他背后走嘛，所以我就是从他身旁就是稍微掠过那样，就是手上的烛台再举高一点，可以照明地板那种感觉。然后过来吧，这柜台那边还有纸笔。然后就一边向前走，一边注意他有没有跟上来。你看到他是有跟上来的，因为有这个烛光的关系。嗯，那我会一边走，然后一边把烛台先放在柜台上，然后用空出来的手先拿出空白的纸跟笔，先放到桌面上，然后拍了拍椅子，示意他可以先坐上来写。然后我把那个裹尸布先拿去后面的，就是空的盆子之类的，洗衣服用的那种盆子，直接先扔进去里面。好，那在期间帮我塞个 inside。你注意到的是，很特别的是，将你虽然洗衣服的地方，厨房那里就一个大大的位置，反正大部分也就是那边也可以稍微好好的洗一下衣服，现在的你
你将这一个特这一个文才特别难闻的布拿进厨房之时，你感觉眼角瞥见了那一个和你有着相同种族的这个半精灵的孩子，只是稍微愣着看着桌上的纸笔，而你进去当然将我师傅丢到了那盆清净的水，当然丢下去之时就已经不清净，然后也更闻出臭味了。你晃了晃头，但你快步要往前再打开门之时，你注意到眼角算是眼角瞥见了一个特别状况，你看到他似乎正在写字，但是你看到他上头字歪歪扭扭的，不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辨识。你看到他好像似乎感觉到有点挫败的将笔放到一旁。我试着走过去，然后看一下他写的东西。帮我写个 intelligent or wisdom， 选一个你喜欢的认字。好好哦。哎呀，小朋友写字，完全看不懂，歪歪扭扭的。你只看到了一个字，是唯一可以辨识出来的“木”，本木的“木”。本木。在你说这么之时，你看到他只是看了向你，你感觉到他的表情和方才一样，但是他也没多些什么。你也看到他头撇了过去，可能是因为字很难写字，或是不会写字，或是不太会，你也不确定。你是看到他感觉好像有些挫败的，只是不想要将眼神对上你的视线。我看着这个情况呢，就是一个我怎么好像回忆起以前发生过同样的事情，然后就没事的啦，我以前刚到卡拉图我也是这样子的啊，没事的啦，毕竟我严格说起来也是个外来人啦。对，然后我就一边就是尴尬的这样说，然后一边摸着下巴，坟墓，然后，让我猜猜，有人从坟墓区之类的把你带过来吗？他歪了歪头。那带你过来的那个人名字知道吗？他歪了歪头，眨眨眼，似乎正要开口，但是又闭了起来。我一个头痛，然后呢就，名字不会写，不会的话你就摇摇头。他摇了摇头。那我们现在就是，我说对了，那你就点头；那我说错了，你就摇头，好不好？帮我塞个 inside。你感觉到他好像他微微的迟疑的些什么，但是他点头。毕竟你现在要么是你不会讲我的语言，要么就是，你没有办法说话。我不确定你是哪一个啦，但总之有谁带你来，这是确认的吧？帮我塞个 inside。你看到他是点头是摇？像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我先摸了摸下巴，然后，
看你被滚成那样子，不是自愿的。你看到他是正确，是否认？你看到他一样，和刚刚是一样差不多的，似懂非懂的回答，又再度的表现了给你看。嗯，既点头又摇头。那带你来的人要你留在这边，有这样子跟你说过？你看到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然后歪歪头。我现在就是抓了抓后脑勺，然后就，这看起来不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事情，然后，我搔搔脸颊，然后，这个我们等一下再问好了。你饿了吗？有没有吃东西？你看到他顿了顿，然后默默的拿起笔，在纸上缓缓的思考了会儿，然后在上头画了一团。你皱了皱眉头，这又是什么？帮我上一个 intelligence 跟 wisdom。你完全看不懂这一坨线、圆圈圈，还有这是什么东西？我先的一个沉默了好半晌，然后就是一个你等我一下，然后我直接走进去厨房，然后我先简单找了就是面包跟就是起司之类的，然后跟看看还没有牛奶，这样子就是先弄一点很简单的东西先拿出来放一边，放到柜台上。帮我撒一个 side hand， 我看一下，看一下做工。我已经就是一个，我到底该怎么办？当然的，你看了一下厨房里的设备，虽然你看到木箱里面的冰块有些开始缓缓在融化，但是至少外面掏一些血进来也不是什么大碍了。你注意到里面放的一些冷冻的、冷藏用的东西，你拿起来，简单拿了起来。然后起司，当然干粮类的，这个可以摆放很久的，当然是有的。牛奶，你闻了闻，没有坏掉，没问题。你简单的做了一个小小的三明治，毕竟现在当校爷应该是可以吧。但是虽然说简单，可是一个人毕竟很多都是得一个人摸过来的，不会做都会变得会做。你看着你手下的这一盘简单的料理，要说的话，这要卖钱还真的可以卖不少啊。在旅途的时候还没有这种东西可以吃嘞，我就一边干笑的说，一边那个就是端着出来，然后虽然看不懂那个意思啦，但如果你要吃的话，这边可以用哦。然后一边把食物放上桌上，帮我撒个硬塞好了，这个帮我撒硬塞。你注意到他盯着面前的食物良久，最后你看到他眉头微微的皱皱，虽然你不确定他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但是你看到他用伸出了他那小小的手，轻轻的咬下了一口。你看到他缓缓的咀嚼着，你不确定他在想什么，你只看到他沉默的不停的盯着外面的门看，又看了向你。我看着他看的方向，然后等人歪头。你看到他缓缓的摇了摇头。
我现在摸了摸下巴，然后这到底，刚刚这样子，然后呢，我又只看到那么一个木字，那孩子，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至少让我一个喊你的方式。帮我塞个 Intel 9或者 Wisdom。你看到他缓缓的拿起笔，在上头写了什么字？你看了一下周遭，看了一下他写的字，你完全的，你默默的盯着上头歪歪扭扭的字，你也不确定他到底在写什么，就像是这个字你看不懂。好的，我纠结的，我扶了一下额头，然后就，我的老天鹅，然后我就一个啊对吼，然后我想要先试着自己写一下，就是单就是那种英文单字的那种拼音，就是每一个字啊，就是 A 到 L 那样子，然后你。就是我先写下来，然后再推到他眼前。如果你不擅长写的话，只拼给我看，怎么样？你看到他想了会儿，然后默默的又皱了一下眉头，看起来似乎正在思考些什么事的。帮我塞 insight。你不确定他到底在思考些什么，或者他为什么从这里出现，而且明明是同样种族的，到底来说这个时间点，如果是以小孩子来说，基本上应该都累了吧？怎么看起来他？但你看了一下那疲惫的眼神，或许好像也是啦。你看到他缓缓的在 come on 这些 come on 的字词上比。稍微画了一下，比了一下，你看到他比出了这样的字。我想要稍微回忆一下，我有没有见过这个？好，帮我再个 history 看一下。OK， 好 ，history， let me see。完全没有印象 ，Mihir，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名字吗？还是单字？你看了一下这个孩子，他似乎在比完这些之后。眼睛默默的垂了下来。我先搔搔脸颊，然后，可能你这个可能不是我这边常用的那些文字的拼音吧。孩子。那我先只问你这个，你还记得带你来的那个人的名字吗？谁带你来的？你看到他又默默的在纸上写了字 ，Intelligent Wisdom， 他是看这个歪歪扭扭字又在表示什么？你看到。上面现在好像和刚刚相较起来，现在更清楚了。你看到它上面写着：“
自己来的。自己来？你还瞄到了下面的字，或许刚刚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刚刚字和现在这些字结合起来，你眨了眨眼，你看着上面写着：“自己来的，需要人带我去墓园。”对，孩子，这个时间点带你去墓园？你看到他像是有些困惑的看向你，歪着头。我就是指着他，就是这些字，然后你是现在需要有人带你去墓园，还是？你看到他默默的沉默了回了，但是他点了点头。我先就是看了一下他的情况，然后又就是撇头看了一下那个裹尸布的那一个的，就扔过去的方向，然后就，这个时间点带一个孩子过去，这非现在不可吗？毕竟还蛮晚了。Almost like inside。你看到他只是默默的沉默着，你不确定他现在这个孩子的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是你只是看到这个沉默换来的那一个悲伤的眼神，不停的盯着你看。好了，我是可以带你去了，只是你东西先吃一下，我们到楼上先帮你稍微擦洗一下，我找出看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的衣服什么的，让你先换一下。不然刚刚那一件味道很臭。帮我塞个 inside。你注意到他眉头完全皱了起来，后退了。你看到他赶紧的将你准备的料理塞到了他的嘴里。你看到他正在嚼食，盯着你看，然后快步的走到人们面前。你看到他看了一下你正要拿取他的衣服，你看到他大力的摇头。不喜欢洗澡。你看到他眼睛是皱着的，现在是皱着眉头盯着你看。我就是一脸无奈的，就是稍微揉揉耳角道：“那至少擦擦脸了，毕竟你刚刚吃东西。”帮我甩一甩。然后我就看一下。你注意到你在说这句话之时，你看到他又大力的摇头，轻轻的用他那完全不符合自己身形的衣服擦了擦他的嘴，然后盯着你。等我一下啦。然后我就是直接去厨房那边，就是拿那种就是平常那种就是擦脸用那种小毛巾沾一点水拧干的这样带出来，然后就是稍微擦一下下就好了，好吗？帮我甩个，然后我就带你去。帮我甩个 slide of hand vs 他的伞，他要伞。哎呀，在你手轻轻要伸过去之时，你看到他直接往后退了一步。他摇头。还是你自己擦。你看到他盯了一下那沾了清水的手帕，你看到他大力的摇着头。
我烧了烧脸颊，然后，这孩子真的有点奇怪呢。可是到底为什么呢？我就，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要去，那我就陪你去。我拿一下东西，等我，好吧？然后我就是稍微把那个。就是前后门就是确认完全锁好那样子，然后就日常带着的那种在身上的东西确认好，这样子才走到门口去。好，当你准备好，你走向门口，你看到这一个奇怪的和你同组的这个男孩子，你注意到虽然看起来清秀，虽然大大的衣服遮着，但是眼神还有神情看起来还有骨架看起来是货真价实的男孩子，你只看到他眯起的眼，他只是看了一下周遭，又看了一下你。嗯，我稍微顿了顿，然后，我现在就是找了一个比较小的那种，就是对我来讲可能就只到腰的那种斗篷，就是拿给他这样子。晚上还是很冷的，披一下。他思考了会儿，最后像是正在打量着什么似的，你看到他点了点头，接下了这个小小的半腰一半腰的斗篷，但。你看到他就像是刻意的不碰到你似的，有隔着一段小小的一个距离跟一个空间，拿下了这个斗篷，套在了自己的身上。我就自己也烧了烧脸颊，然后就是感觉好像看到小时候的我啊。然后我就这样一边嘟囔，然后一边自己也就是穿上了。外出用的斗篷，毕竟Never Winter 的晚上还是很冷啦，而且才刚跨年没多久呢。我就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如果你不愿意牵手的话，那我就左手这样子稍微提起我的那个斗篷的衣角，然后那你牵着我的斗篷衣角可以吗？帮我塞个 inside。到了，在你这么说的之时，你看到了这一个小小的孩子，似乎是认了认，但是他看了一下四周，默默的将斗帽遮住了自己的面容。你看到他伸出了那小小的手指，轻轻的握住了你的衣角。他好像闷哼了一声，但是这个闷哼声小的。让人听不出他到底发出了什么样的声响，就像是如同空气似的，如同寂静似的，完全听不到他的声音，只听到微微的那种吹气的声音，就那种叹气的声音。哈，米吉，你也不愿意让我牵着手，然后，至少这样子会让我感觉你还在旁边。不然你突然不见了，我也是会担心的啦。那走吧，我一边说就一边先把那个门上锁锁好。OK， 咔咔，你将门锁上，缓缓的走出。当然，现在这个小小的隐藏在 Neverwinter River District 的这个小小间的旅馆，在这个夜晚之下。在这个月光照耀之下，今天的夜晚，你看了一下上头的月亮，看起来就算是接近满月，但是还没到满月的时间点呢。嗯，唉，感觉还是很有趣啊。然后就是一边这样小声嘟囔，然后一边就是试图。回忆一下，我该怎么走去墓园？好，那帮我塞个这个，帮我塞 survival 吧。这个帮我塞 survival。哎呀呀，
想起当时送货的悲剧啊，哎，明明在这个城市开了那么久，然后我还是啊。对你来说，毕竟你才你掐指算算，你来这个地方才刚来这里没算多多久，才几年份吧。你看这外头还高挂着兽人的旗帜，这里基本上要说的话根本如同废墟似的，而且基本上虽然现在是正在重建的状态，但是会来这里的人少之又少。对你来说，你也除了不停的收拾店面打理店面，然后也没有特别出去，所以 Oh god shit，所以我该怎么去啊？哦，天哪！哈哈哈哈！哦，老天爷！然后我就一边就是试图找着那个如何走回去主要走道的那种，就是马路区那种地方的那个感觉，在找路。好，那帮我塞个 survival 看一下吧。我讨厌鬼，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来了？你看了看夜晚的景色，你当然的，虽然说来这里也算是开始有个位数年，可是尴尬尴尬还有尴尬。你看了一下周遭，我现在他妈的在哪里？你看着旁边的那小小的半精灵孩子，只是默默的用他那墨绿色的眼睛盯着向你。帮我塞个 insight。你看到他似乎盯着你看，似乎正在思考些什么，但是你看到他的眼神好像透露出了一种怎么不知道这里的路的感觉。我就一个我不太出门的那种嘛。然后我就一边这样子小小声的就是试图为自己辩解，但是讲得很心虚，然后一边试图继续走路。好，你看着这个孩子只是盯着向你闷不吭声的默默的抽了抽他的嘴角，你看到他依旧缓缓的跟着你漫步在这一个所谓的灾难后的绝冬城里。那帮我塞一个，再帮我塞一个 survival 看会发生什么事吧。等等，没问题，一切就像是开始变得稍微顺利似的。你带着一个你身后的那小小的孩童来到了夜晚的古城，也就是 Protector's Enclave 夜晚的 Neverwinter 的城堡。你看着天空那微微的因为灾害后有点变得四崩离析，然后有因为魔力的影响漂浮在空中的那几个城堡的残骸。这个夜晚十分的平静，十分的安静，也听闻到，因为这是一个海港，还听闻到一些可能是夜晚睡不着觉的鸟儿们盘旋在空中的声响，还有夜晚正在准备工作的港口区的人们。你失忆到了，自己来到了港口区。我稍微对一下，这里的话，港口啊，然后我就是稍微感叹了一下，然后，那接下来应该穿过行政区那边吧，要穿过桥那里，然后我就一边回忆，然后一边试着朝我想到的路线走。帮我塞一个 survival。你感觉到后面的身后的孩子十分的安静，你也漫步着，看起来毕竟第一次来的时候
想到当时车夫将你送到了精神区那头，你也开始了你的全新的一个新的人生，但是在之后迷路了，然后之后也歪打正着的在守卫的帮助下找到了店面，然后之后就没有再出去了，尴尬尬到爆，你尴尬的看着左右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状况，现在完全不知道现在自己把他带到哪儿了。你看到了后面的那位孩童只是默默的皱着眉，轻轻的拉了拉你的鼻尖，看了一下你，你看到他看环顾了一下四周，皱着眉头，然后帮我甩个 constitution， 我只要看一下 constitution 体质吗？可以，等我一下。你完全的不缺，完全算是没有失忆到任何状况，你感觉到你突然间的看到了一支箭直接从你的脸颊直接划了过去，箭矢直接插在了那石砖墙之中，你受到了两点伤害。你看到了这个孩子皱了皱眉头盯向了你，你看到他环顾了四周，默默的你听到了一个小小的窃的声音从他的嘴缓缓的说出来，帮我甩个仙功吧。先攻，OK， 你看了一下四周，现在你注意到自己和他正在一个长非常狭长的一个巷弄内，你看到附近并没有任何的算是门开着的地方都没有，因为门都是关着，现在都是夜晚。但是到底这发箭你盯了一下上头，你看到上头60 feet 的位置，透过月光你看到了一个披着暗黑色斗篷的看不到面容的 humanoid 拿着他的十字弓瞄准着你。你皱了皱眉头，你看到他再度的咔嗒将他的十字弓拉上了弦。那 OK， 你要做什么Sora？第一个是我吗？对，第一个是你。OK， 好。他现在距离我60 feet 吗？上面。上哦。我皱皱眉，然后，可恶，这家伙上面，可是他来干嘛的？然后我会试着就是带起那个孩子，就是。先试着就是拉开距离，就是往前带着跑，先试着离开这个巷弄。好，你拉着他全力的全速的冲刺着，但是你感觉到不对，后面的速度，你看到上面，你看到屋檐上头的两侧都看到了黑影。什么？这怎么回事？而在你将这个孩子拉到了跑到了尽头，你是喘着气，你看着面头，你看到的是两个分岔的小巷，但是你已经注意到后面那两团黑影，其中右方的黑影，你看到那个黑影没有拿着任何的远程的工具，你看到这个 humanoid 直接从60 feet 的高空直接落下，往你的方向做出了攻击。
13有中吗？没有。你看到心，你看到了银色的刀面从你的旁边直接划了过去，但是没有砍到你。你看到就差一点点，再差个几公分，可能就会碰到你脸颊，划伤你的脸。你看到这个个体头上落下，就像是超级英雄之势落到了地上。你看到这个 humanoid 拍了拍他的肩，你看到他手上握着两把小小的带着荧光的匕首。你现在还看不到他脸，他现在还遮着。好，而你注意到后面那拉着你的斗篷的那一个小小孩，好像缓缓的松开了。你看，你看，你往后看了一下，你看到他将他的身体稍微往你的后面再稍微挪了一点点。我就稍微看了一下他，然后呢就，你不要随便出来哦。然后呢就现在那两个人是距离，是现在是其中一个还是两个都下来了？一个下来，另外一个在上面，拿着狮子弓的在上面。另外一个已经在你面前的10 feet， 因为他没有击中你。10 feet。OK， 好， 10 feet。OK， 好。对了，那个薛定格的猫爪的话，那个好像没有办法算齁，那个、好像没有办法算在那个里面齁。五针的那个似乎没有。没有，它是特别的。OK， 好。对，好，嗯。那我会先就是直接那个连同我的附针动作一起，就是先朝我眼前这个人先来两拳。好。第一集中，第二集中，都中。OK。哎啊，复制到那个。对 ，total 是9D 伤害嘛。嗯。OK， 没问题。你狠狠地握紧了你的拳头，朝着那一个握着两把匕首的 humanoid 狠狠地啪啪揍了两拳，在你的拳头狠狠揍到他的胸口之时，你看到因为这个反作用力，他的兜帽直接往下落了，而在月光照亮着他的面貌，你看到是一个左精灵握着两把匕首。我就皱着眉头，然后就是等一下，你们这种家伙来干嘛的？你在嘟囔之时，你感觉到上头，你听到了按下扣扳机的声音，咔嗒，咻，13有中吗？没有。你看到一发箭矢狠狠地落到了你的左脚旁边的20 feet 的位置，差别超大的。你看了一下上头，咔咔，那一个 humanoid 正在默默地拉开他的弓弦，而你也注意到现在握着匕首的两只手各握着匕首的这个，就像是你看到那鲜红的双眼盯向你。举起他的匕首朝你的方向威了下去，第一刀是9，一定没中。嗯，超级没用啊这些家伙。第二刀16有中吗？刚刚好。 OK， 你看到他第一刀在划下来之时，你直接华丽的直接闪了过去，他的速度并没有你闪躲的以前训练来的那一个速度来快，毕竟你还是有训练过的，而且你才刚来这个地方没多久，并没有忘记一切。你下意识的直接闪过，看到这一个匕首握着匕首的手直接挥了过去，随后你正要看着他之时，他另外一个手就像是完全就像是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他握着
小刀手狠狠的划伤了你正要格挡下来他的手臂，你看到你的小手臂被划了一道狠狠的一道伤疤，你受到了六点伤害 total。我就嘶了一声，然后就妈的，就这样，他就这样。嗯嗯 ，OK， 好。那你要做什么？好，现在换我了吧的。那我会就是你妈的，这群家伙来干嘛的？然后我一边就朝着眼前这家伙就是再继续两拳下去。然后上面那个家伙还是一样距离60 feet， 对，他还没下来，他还没下来。OK， 好。中，嗯，总地总头头八，没问题。你再度握紧你的拳头，你看着后面躲在你身后的和你同族的那位小小的小孩子，你看了他一眼，握紧拳头，朝着那个桌精灵啪啪再揍了两拳。你感觉到在你这往他的桌裂颊再挥下去揍下去之时，你看到了。牙齿，你看到一颗牙齿已经被你打了出来，打飞出来，落到地上，锵锵锵锵，落到了这个石砖的地板。而你看到这座精灵愤怒的盯向你，摇摇晃晃的，正要准备握紧他匕首之时，你的歪拳已经狠狠的抽他的右脸颊，再揍了下去。你看到他咳出了更多的鲜血，而你看到他低声咒骂了一句，你听不懂他虽然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你随即又听到了上头传来了扣扳机咔嗒的声响。16有中吗？我可以用我的反应抓住吗？可以，这是五神，只要你没有换掉是可以的。Okay. 是可以，你只要用掉你的气点直接抓没问题。嗯，好，这样子的话减少 1D 石胶。好的，哦，等等等等，我看一下那个减一滴是，没有没有，就是你就是直接那个了，就直接抓了啦，你就直接抓了吗？对对，不用再算那个了吗？不用不用不用， okay. 但是代价就是你的气点要消耗掉。OK， 好。噗，你听到了这扣扳机的声响，你就像是下意识的反应的，直接狠狠的抓住了那十字弓的剑士。那你要做什么？我就一个挑衅的，就是在他眼，就是捏着那个东西，然后回头看着那个家伙，然后就是咔嚓的捏断，然后笑。废物。那你要做什么的？你的回合。OK， 好的。我稍微就是瞄了一眼上面那个家伙还没下来，然后再看了一下我眼前那个家伙是状态已经很差了嘛，摇摇晃晃的。好的。那我就是冲过去再继续补拳了。好，哎呀，一拳中另外一拳大 miss， 那你先帮我选一拳、嗯、这个大这个一拳的一拳的伤害我先看一下。超反差，你狠狠的朝他的小腹狠狠的揍下去，但是第二集你看到上头的微笑，他要用他的用他的战绩反击，17有中吗？有。你看到他就像是稳住他最后一根稻草似的，你看到这个侏儒精灵被你这个拳头狠狠打进去，这个小腹凹陷之时，你看到他就像是反击是用他手狠狠的刺进了你的背部，你受到了五点伤害。我还站着，我还站着，没问题。然后他还站着，再来你也听到了上头传来咔嗒的声响，但是这一次他瞄准的并不是你，你听到这个声响咔咔，你听你耳朵动都已听到是你后方不是你，咦？上啪，你看到这一个箭矢由上往下的直接划过了这个小男孩的手臂。你看到这个小男孩眉头皱了皱，你看到
这一个宽大的衣服，在这一个剑士划破之下，你看到了鲜红的鲜血开始染上了他的右臂，右臂那边划了一刀，啪！妈！你随后也注意到面前对你做出反击的这个战士，又再度的就像是乘胜追击似的朝你进行了攻击。第一集16，第二集13。第一集有中，第二集没中。OK， 你看到他用他匕首再度的从你的背部这样子直接狠狠的抽出、拔出，然后就像是他转了个圈子，躲过了你这要往前这个下一次动作，然后用他匕首再度往你的侧腹再往下戳了下去。你受到了，他不是戳，他这样应该只是划伤。你受到了3点伤害，上。哦、OK， 好。帮我塞个insight。insight 吗？嗯。OK， 等我一下。你注意到原本站在后面右手正在淌着血的这一个小孩子，你看到这个半精灵忽然间的原本从没有任何表情甚至带点哀伤的这个脸开始变得微微的有些愤怒，你看到他的左手握着匕首直接穿越过了你，然后他跳跃起，然后朝着你面前的那位战士进行攻击，刚好中，虽然没有多过多少，但他刚好中。你看到面前，你看到这个跃起的这个半精灵，现在他忍痛着，你看到他左手是在发抖，右手缓缓的，就像是一个助力似的，双手握紧他匕首，在跃起之下，狠狠的往他的心脏的方向狠狠的戳了下去。你看到这个娇小的身子，用他那小小的穿着靴子的脚，踹了这个毒耳精灵的胸膛。你看到你面前的战士缓缓的落到地上，淌着血，然后你看到这个小孩子只是默默的将匕首拔出，你看到。他缓缓的转头，这个半精灵的脸上都是血。Dora 他会有点愣，然后呢，在看着地上的尸体，然后对，就是那个已经倒下死了嘛。对，嗯、是。OK， 好的，他会就是沉默了一下，然后抹抹脸。现在是轮到 Sora， 所以他会先用那个，他会先喝一瓶药水，这样子。好。OK。哦，这样子的话，2d4+2。先多说少少补一点，好。没问题，在你应急的为自己赶紧的稍微快速的治疗。而这时你又听到了上头传来扣扳机的声响，而这一次的箭矢往的方向是你的方向，你看到这个箭矢往你的方向飞跃而去。15，没事。你看到这箭矢直接狠狠的直接穿破了你握着的空瓶子，你已经喝完了，空瓶子只是被插了过去，然后我就哦妈的，你这个浪费的。然后我就是现在是轮到我了吧。对，你看到这个小孩子只是默默的盯着面前倒着一动也不动的正在流着血的尸体，他没有做什么，所以就是他只是盯着看而已。我会就是先孩子旁边先躲起来，至少不要被射到。然后因为对方他是躲在上面，那我试图那个
我这个的话是需要用到，我这个的话可以尝试用飞檐走壁整个爬上去吗？可以，但是你上去就没办法做任何动作，因为就是用你的全部，就是带上去这样。对，因为它的距离太远了，我的攻击没有办法达到。帮我甩个 acrobatic， 我只是看一下成效。OK， 好。没问题，你开始，毕竟这只是一个暗巷，而且左右都有阳台，还有临近相交的窗户这一类有凸起物的，对来讲，以前受过训练，在修容那里可是磨练的许多呢。你开始飞檐走壁，开始瞪着墙，咚咚咚咚，你非常轻松的跳到了60 feet 的屋檐上，你看到。这个拿着十字弓的这个突袭来的刺客只是默默的将他的视线转向你，你看到透过着月光下一样的，你看到兜帽下的又是一个左精灵，你看到那鲜红的眸子盯着你看，而且你还听到了这个左精灵小小声的说着，找到了，他是用 come on用卡毛，用卡毛了。我皱着眉道：“找到我还是那个。”你看到他只是看着你，又看了一下下面的那个孩子，勾起微笑。咔咔，箭矢又上膛，而目标不是你，而是又是比下头的那个孩子。而你看到这发箭矢。随着这个扣板机的按下落下，又看到了这一个孩子的右手臂再度的又被划伤。你看到这个孩子默默的，你看到你上头往下看的这孩子忍痛的下意识的用左手捂住了这个新产生的伤口。我是这个有点气炸，就是你他妈的在对一个孩子干嘛？然后就对，这样的话我那个对，连同我的附赠动作，还有我的气点全部用上的，对，全部打下去。好，来吧，对，我们看一下几拳中。生气。对，这样的话一共可以打六，不，打四次。是，对，来。还有，一二三，三拳中，然后一个 natural 团体来吧，计算机，你需要计算机，我觉得你需要计算机。哦，我的老天！好的，至少有三拳，至少有三拳，然后对三拳加一拳满塞。好，我先丢三次。连续三次的伤害都是满的，然后再加一次，来total多少？我的天哪，超气耶！哦，我的老天，总共32，谢谢。How do you want to do this？ 我整个严重气炸的，就是。先朝着他的那个脸颊，就是左一拳右一拳，然后再往上，就是从他下巴再往上一拳，然后最后一拳的情况是我抓着他的衣领，然后呢往那个下面街道直接砸下去那样的。没问题，你看着这个被你一拳再一拳，就像是无法无力对抗似的这个刺客，你就像是发泄你的愤怒似的。在最后你抓起他的阴力，狠狠地将他甩到往下一甩，你看到这个左耳精灵在往下掉落之时，你看到他似乎好像喃喃说着什么，帮我甩个 insight， 只是确认一下你能不能读他的嘴型在说些什么，是 come on， 他说的是 come on， 然后看到他的躯体开始往上往开始往下不停地落下，砰，甩成了肉泥。你也观察出，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
你观察这个刺客喃喃说着，你逃得了一时，但逃不了一世。然后最后啪落下了。听着他就是这句话，然后我眼睛是整个瞪大，然后就不会吧？应该是吧？但我不会那么快吧？我先这样子一边喃喃自语，然后一边就是试着赶快爬下去找那个孩子。帮我塞 acrobatic， 就你不用花七点，就直接塞 acrobatic 就好了。我看一下你是怎么下来的。嗯，你缓缓的中规中矩的，毕竟刚刚那一个口语让你开始有些不安。你缓缓的借由着这些墙还有这些凸起物，然后也不打扰到里面正在睡觉人，缓缓的往下来到了那一个孩子面前。你看到这孩子只是用他左手轻轻的捂着那右手所产生出来新的两道伤口，但是你看到他只是沉默的盯着你，又盯着了倒下的这两个躯体看。你看到他缓缓的看了你一眼，帮我塞个 inside。你不确定这个小孩子到底在想些什么，一直看到他默默的自顾自的拖着刚刚那心脏被他刺穿的这个侏儒精灵的尸体。你看到他用着这小小的身躯有稍微有一点吃力，但是看到他默默的把他拖到了垃圾桶旁。最后你也不确定在这个暗处他要做了些什么。大概过了大概三分钟到五分钟左右吧，等了一段时间，你看到他缓缓的走了出来，然后看了一下周遭，就像是确认着这个街道没有任何残余的，除了肉块之外没有残余的任何的躯体。我沉默了一下，然后我先伸手试图就是碰碰他脸颊，就说伤口还好吗？我可以看看吗？帮我塞个 side of hand BS 他的。我知道他会躲，他会躲。在你要碰触之时，你看到这个半精灵的小男孩下意识的又闪开了。我这一次的话，我试图去抓住他的手腕。帮我塞个力量对上他的。力量的话，没问题。哇，当你的当看到他正要闪去之时，你下意识的直接的握住了他的手腕。你看到在握住之时，你感觉到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你默默的眨眨眼，也帮我塞个阿卡纳。阿卡纳的话，两次都是这个的。你注意到，看到的。这个半精灵，这个小孩子似乎就像是幻想似的。你摇了摇头，眨了眨眼。毕竟你现在握着的是这个小男孩的手掌，这个手腕。你看到，在你握下去的当下，就像是这个半精灵的这个样貌，就如同他的伪装似的。你看到，就像是，如同这个，好像是你想起了伪装术 disguise self。你看到了，这个是使用了伪装术的侏儒精灵的男孩。你看到，在这个半精灵的这个伪装之下，地下的你看了一下手腕、手臂、身体的颜色，这个深蓝偏紫的肤色，还有
那双茉莉眼睛根本不是绿色，而是淡蓝色。这个淡蓝色之中又带了一点空虚。檀木色的头发，你看了看，你完全的可以肯定，这不是檀木色，它实际的颜色是白金色。那个小小的梳着后背头的短发，你还特别注意到了，藏在这一个半精灵这个完整面貌之下的，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嘴巴有着缝痕的，眼神异常空洞的一个。你看了一下旁边倒地的竹二精灵的那些肉块，又看了一下同族的男孩。我稍微瞪大眼睛，但我又垂下眼，然后你也被家乡的人追杀着吗？帮我塞个 inside。你看到他无法抑语，你也注意到了那宽厚的遮着身体的衣物下，你摸了摸你往手腕，你握住了手腕，你感觉到握握的往着手掌的方向，你摸到了金属，这是破掉的破碎的手铐。我有点难以呼吸，那样就是整个呼吸停住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也，我一脸痛苦的，就是皱起了眉头呢。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哪里都会重演呢？然后我又看向他，然后就在看着他身上的伤痕哦。我低头，就是我手没有放开，我用另外一只手去从我的腰包里面拿出一瓶 1D4 加一，就是先喝一点，对伤口很好，好吗？你是注意到他摇了摇头，默默的，似乎用他那小小的手指了一下方向。你随着方向看了去，你看到的是远方的微微的隆起，上头还有大大小小的墓碑子，那里应该就是墓园吧。你看到他是不停的摇着头，用他的手指着墓园的方向。我垂下眼，但只要你乖乖喝下去，我就陪着你过去。毕竟我们不知道路口那边会不会还有其他埋伏者，好不好？帮我塞个 persuasion。你看到他盯着你良久，缓缓的垂下头来。你看到就像是不甘，或者你感觉他透露了像是一种不愿，但是他看了一下四周，你看注意到。这个孩子没有任何的笑容，到现在就像是平静的如同水面一般，就算旁边有着血目如虎的肉块，那你看到他只是缓缓的咬了咬牙，轻轻的伸出他的左手，接下了你那一瓶小小的药剂。你看到他盯着这药剂，将软木塞打开，用他那小小的手似乎正在确认，随后你看到他看了一下四周，缓缓的将这瓶药剂饮用下去。我看着他好好喝下去，然后对他先笑笑，你看我没有骗你，我说伤口有好点吗？你注意到原本那正在流着血的右臂已经缓缓的因为药剂的效果已经快速的结起痂来，一看到他看向你，耸了耸肩，歪了一下头，你看了一下周遭，或许吧。我稍微就是，看着他有好好喝，然后就是稍微苦笑一下，然后试着就是轻轻拍拍他的头那种感觉。
他眯起了眼，似乎你看感觉特别感觉到了他的不习惯，但是你看到他似乎想反抗，但是他像是为自己的这个反抗的驱动。你看到他这原本要散，但是你看到他的左手握着这个妖精片的左手按住了他的右手臂，似乎就像是要让自己停止，让自己做出这个散开的动作似的。我先就是对他稍微微微笑一下。我知道的，我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过，被追杀，被关起来，被虐待，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就缓缓把手收回来，然后我想要先快速调查一下，就是那两个尸体上面有没有什么纸条或者是什么东西值得我在意的。可以 ，investigation。哎呀，毕竟其中一个尸体已经被拖到了深处的暗处，已经不知道他在哪了。但是你看着这血肉模糊的肉块，大概什么东西都没有吧？你看到旁边破损、已经坏掉的十字弓，应该不太可能吧？应该也没有用了。我这个就是揉揉耳角的吼，孩子，你拖走的那一个尸体上有没有？你有搜他吗？有没有字条或者是什么东西？你看到他只是缓缓歪了一下头。帮我塞个 inside。你感觉到他虽然没有说话，你透过他的眼神，就感觉他好像就像是在和你说着，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像是这样的感觉的，不停的给你。让你有强烈的这个感受，然后我就一个眨眨眼，然后如果你有找到什么纸条之类的，可以给我吗？毕竟似乎不只是你，我也是他们的目标吧。你看到他眯起的眼，默默的将手中的纸条交给了你。你看到上头写着密密麻麻的 ，On the come on， 应该有吗？等一下，如那个卓语的话有啦，卓俄语的话，好，那帮我塞一个 intelligent 或是 wisdom 去理解一下，看一下上头写什么。你说 wisdom 还是 wisdom 或是 intelligence 认知又一样， okay, okay. 对，认知判定。OK， 好好，你看到上头写的倒是挺算是挺简单的。虽然以前这样子从 Carrotto 跨越到 Fairroom， 然后又历经了大大小小的事情，简单的 Underdog 还算是可以了解一二，虽然不是到专精，而且基本上也不太会用这样的字词，但你看到上面写着十分到了罪人，让他活着，而保护其者，让他死亡。你还看到下面写着，反之也可以。你也知道的，钱，对，你看到那个钱是非常的，像是有划线，钱。而且你也注意到这个钱不是用 on the common 所写，是 Carrotto 的 common， 是 Carrotto 的 common。 我皱紧紧的皱着眉，然后该不会真的是他们吧？我都已经开到这么远的地方了，我一边这样子说，然后一边就是用力揉了揉我的耳角，然后先把那个纸条收起来，然后看向他。看到这一个孩子只是盯着你看，就像是不苟言笑的将头缓缓的撇了过去。
而且你看到他似乎像是知道了些什么，或是像是发现了什么，看到他自顾自的缓缓的向墓园的方向走了过去。我就那种有点小快步的跟上，就是有点像是说我让自己当一个盾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护在他旁边走那种感觉。OK， 那帮我塞个 perception 吧。perception 没问题。在你缓缓的跟着他，也算是轻轻的护着他，在慢慢的往前走之时，看到他，你想起了一开始他上面表他和你表示的，他不知道墓的位置，想要需要有人陪同这件事情。那你看了看，他好像自己知道墓在哪里，就像是他曾来过这个地方，或者他知道些什么。你看到他自顾自的往着墓园的方向走着，也看到了这乌云开始缓缓的笼罩起，开始轻轻的下着雨。最后，你看到他走到。而陪伴随着他走进了 Neverwinter 的墓园内，你看到他越走得越来越远，就像是来到了墓园的边界。你看到这个墓园的边界有一个小小的凸起物，上面还轻轻的插着一个木杆子。我好就在找我困惑的凑过去，就是看一下那个周遭跟情况。那就团体的关系，所以没问题，你不用猜。你看了一下周遭，这里离正当的或是 Neverwinter 的墓园来说，这里算是很边界的地方。更说后面就是墙了，就是墓园的墙。但是你看到墙的旁边又有一个小小的洞，一个可以。小孩子可以穿越过的洞，但是你看到他在这个洞前停了下来，而这个洞前面挡的就是这个一个小小的土堆，上面插着一根木杆子。你还看到这个木杆子旁边有大大小小的像是草药还有花卉放在附近。你看到他完全就是站在那里，完全一动也不动的。你看到他的头低低的，不停的盯着那一个木杆子，还有那个小土堆。我沉默一下，然后认识的人，看到他点了点头。我沉默着，然后我就是轻轻的拍了拍他的后背，那样子就是那种安慰性的那种的轻轻的拍抚。你看到他默默的轻轻的，你看到在他那符合他身子的衣服中，缓缓的拿出了纸跟笔，在这一个雨不停的落下的地方，你看了一下上头，这里算是稍微好了一点，上头有树遮着这个边境，虽然有不少的雨滴到了你的脸颊、头发，还有你的斗篷上，还有他的纸，还有墨水跟笔上，但是你看到他轻轻的用他的手开始写了一些话，帮我甩个 intelligent wisdom 看一下他写了些什么。看不懂，他到底写什么？我看不懂。你看到他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字词，就像是他很想要努力的表达什么，但是真的看不懂。你看到这字词，他写完之后看了一下你。一看到那空洞的淡蓝的双眼，似乎好像是一道了你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后，他又默默的将他的视线
瞄向了，看向了那一个小小的隆起的土堆。你还注意到了这个土堆旁边的那些花卉，就像是特别有编排过似的。由于是成长在 Carrot 图，但是 Carrot 图还是有星象，所以帮我塞个 Detro。你注意到了，这一些花卉就像是有特别编排过，不是随意放置的。你看到上头，就像是你眨眨眼，就是这一个。如果说以你默默的皱了一下眉，是四方形菱形，然后长长的斜痕。小小的再画了两个，你非常的确定的是，这是星象，它是星象。你还认出了其中一个位置，看起来就像是你皱了一下眉头。这个看起来好像蛮熟悉的，以前在 Kara 图的时候有看过类似的东西。嗯，四方形、菱形、星象，我沉默了一下，然后我问着他，我就是看着那个孩子，就是我代表他的，他点了点头，然后我是。星座之类的吗？他顿了会，歪了歪头，看到他做了一个疑问的、耸了耸肩的手势。嗯，我稍微沉默了一下，然后我说：“我对天文学的话没有说很了解，但我记得以前看过，至少也听过一些师傅他们说过，虽然没有办法很确定，但至少我记得天文学类的书里面，我记得是看过这个的。帮我塞个 insight。你注意到他似乎在听到这只时眉头缓缓皱了起来，就像是你第一次听到他声音似的。你看到在这个长久的沉默之中，你听到他开口了。什么意思？你是指这个星座的名字？他点了点头。看这个形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据说是秋季的吧？秋季大三角，好像是凤凰座的那个星座。然后他缓缓的、默默的沉默着，就像是一言。再度的一言不发似的，就盯着那一个小小的小看。你看到他默默的、轻轻的将那握在手中的那一把银亮的匕首，用他那宽大的衣服轻轻的擦抹擦拭，将这匕首放到他的腰间。你看到他摇了摇头，似乎。就在嘟囔着什么似的，看到他愣了会儿，又再度的陷入沉默。但是因为 Undercommon 懂的话，帮我塞个 Insight 吧，或许可以听到这个呢喃声在说些什么。
Insight. 虽然大部分听得不是十分清楚，但是你听到了那稚嫩的幼小的声音，就说着完全不符合这个年纪会说的话。你看到那小小声的话语，轻轻的说着：“时间到了，我会来地狱找你的。”我在旁就是沉默着，但我伸手轻轻搓揉他的头发，然后。接下来，有还想要去哪里吗？然后他缓缓的看着你，摇了摇头，然后帮我塞一个 perception。哎呀，就像是被吸引住似的，你看了一下这个正在下着雨的偏僻的墓园，你看到这一个空洞的淡蓝的双眼，就像是可以把人吸进去似的，空洞、空虚，没有任何的灵魂，骨头是一个容器。在没有这个特别的状况下，你只看到了这一个小小的这个孩子。你回过神来，原本他还在你面前的。但是现在只留下了你一人，你还看到了手中出现了一张纸条，上头是非常清晰的 Common 的字迹，你看到这个字迹上头写着、嗯、回酒馆看看吧。嗯，等一下，我需要甩一下回忆，说等一下，这是可以判断说这是谁的字迹吗？我要甩吗？不用甩，只有一个，只有那个，我就一个皱眉，然后等一下 ，Never cut， 三小，我就捏着那个纸条那边三小，然后再左右环顾，帮我甩一个 investigation， 如果说对，看说可能去哪了，对，我觉得我这个是一个你看不清楚现在那个孩子到底去哪了。该不会是从那个可以穿过的、可以一个小孩子可以跨越的那个洞离开了吧？你无法确定，一直看到这个雨不停的、缓缓的落下，如同这个夜晚才会有的白雾，缓缓的走起。虽然下雨可以看到脚印，但是可能也是雾的影响，看得十分的模糊。而在这个白雾缓缓的笼罩之中，那一个排列出来的如同凤凰似的花卉还有草药，却特别的闪耀，注视在那。你还听到了属于午夜的教堂所敲响的大钟的声响，就像是告知着这个半夜、这个凌晨又过了一个时刻，又过了一个小时。我揉了揉脸，然后我那个沉默了一下，然后这家伙是怎么一回事？等一下，这纸条是。搞什么？然后我一边就是朝着我的酒馆、我的旅馆，我这样子慢慢的一步步走回去，就是一种我好累，发生什么事？等一下，那个孩子，等一下 ，Never Car， 为什么 ？Jodo， 为什么？等一下，谁来跟我解释一下？生气的那种，帮我甩个 Survival。感觉悲伤，哎，
在这个下着雨的街道上，当然的，你也看着这令人不解的状态之下，也只能慢慢的掉头，看着这个白雾缓缓的覆盖着这安静的寂静的墓园。你们缓缓的，虽然感受着不解，但是顺着这个下着雨的这一个天气，也是提早离开也就好。虽然说，当然的，你出来的时间并没有很多，而且来这里大部分都是在打理的店面，而且也算是花了一些时间稍微思考了一下，到底自己在带他过来之时，到底走了什么样的路，还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这个经过。当然的，你看着天上正在下着雨，而且也感受着这个雨不停的拍打着淋着你的身躯，你发现你就是借给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头棚已经就像是被他带走似的。嗯，他没有还你。他没有还你。我就一个啊，算了算了，斗篷还可以再买，总比给那个孩子那个不好吧。我就一个揉着额头，然后一个很无力的，就是可是那个孩子，但为什么？可是虽然 Never Cut 那边我也不觉得他是什么走正经路线的，哦，这个王八蛋！哦，他要是来的话，我真的要该问清楚、讲明白。然后一边这样嘟弄，然后一边这样走回去，继续找路走回去。那帮我塞个 perception 吧。在你慢慢的又花了，毕竟也是在一个情绪的影响，你稍微也花了一点路，稍微多找了一下路。在迂回的缓缓的走回了自己的主观，在而且加上这个大雨关系，速度也比较慢。但是在当你来到你的酒馆面前时，你的旅社一楼的灯是亮着的。你轻轻的将你的手扶上了门把，有人把锁打开了。我说，三小，我想要回忆一下，就是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像是什么 Never Cut 他自己进来了什么的那种的情况之类的？没有。然后我就一个，等一下，这三小这怎么一回事？等一下，我的店，等一下我的小店，等我的店才刚开没多久，应该不会有小偷吧？然后我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探头，然后的就是往店里面看偷看一下。帮我塞个 reception。你注意到里头的灯光要为光，但是你注意到你的吧台那里有一张纸条，而旁边有着小小的，如同散发着紫罗兰色光芒的一个约同珍珠大小的。小小的水晶球放在那张纸条旁边。嗯哼，我稍微抹了一下脸，然后呢，就先走进店内，然后先把那就是沾满雨水的斗篷先挂到一旁晾着，然后先把门带上。咔嗒，门带上了。这安静的酒馆只有你，还有你，没有其他人。今天没有任何人在里头。嗯 嗯，然后我就一个，这到底是在搞什么啊？今天我就一边把脸上的水，就是雨水先抹掉，然后一边走向那个纸条，在那边看。那帮我塞个 intelligence 或是 wisdom 看一下吧，上面是写 common。
你看到了上头的字，当然的，你眉头下意识的皱了起来，这是 Nepercall 的字。你看到他第一句话就这么写着的。你看到我新收养的孩子吗？他可爱吗？你看到这个可爱吗？后面还比了这个，是这个符号。他特别的大大的写了，用了这样的符号。然后最后你看到他下面又写着，我相信之后你和他会有更多的相处的，毕竟我还要把那事情解决掉，他可能最近会比较频繁的来到你那里，所以就好好替我照顾我那新的孩子吧。最后你看到下面又写了，你不介意多个帮手吧，你现在很缺吧，过几天除了他之外，我会带个可以能协助你店面的一个喜欢学习的好帮手给你。句号。哈，我就捏着那个纸条那边，哈，三小，等一下，你等一下，那是他的孩子，咋，他收养的，哈，等你，哈，Nepercall， 我就一个捏着纸条在柜台前爆炸。好，那帮我塞一个 Arcana， 这是最后了。我的心现在充满了，就是一个等你带着那个人过来，你信不信我真的会锁活你？干，我就不信我锁不到你，我真的是不锁你，我觉得不行。在感觉到不解还有愤怒之时，你看到旁边那一颗亮着火蓝色的珍珠，你轻轻的用你的手稍微碰了一下，你感觉到这个珍珠下意识的布满了冰寒之气。你看了一下这个珍珠，就放在这一张纸条旁边，而在你碰触之时，就像是下意识的感觉到了暴风雪、冰寒、光芒，你还看到了像是手，还有火，可是这个火不是死火，而是火炉暖，而最后又在被冰寒再覆盖。你轻轻的握着这颗珍珠，看着这珍珠缓缓的失去了光芒。你看了一下这纸条，你可以确定的是，会有这样诡异的东西，也只有 Nepercall 会带来。但是这颗珍珠又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而且这个看到的这个突发景象又是怎么回事？就像是一个突发的一天，惊奇的夜晚，奇妙的孩子，还有那帮手到底是谁？这个画面到底又是什么？ Nepercall 又想要带给什么样的讯息？你看着这颗珍珠轻轻的左右的反转着，或许可能往后将会知道这个答案吧，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而这个回忆也在这里缓缓的画下的句点。而在你在缓缓的睁开眼之时，时间又回到了现代，又回到了现在。你看着外面那刺眼的光芒照射到你的眼睛，你缓缓的起身，你也听到了外面传来的砰砰砰的声音，你也想起了，对，虽然已经过了好几天，但是今天可是 Adam Vega 还有 Otis 要即将离去的日子，他们要再度起身，回到了北方，再度回到他们的家乡。而当然的，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到底这一个有他们这一天，还有之后你想要做些什么呢？这些的话，我们就是明天再待续啦，就直接明天啦，我不用讲下集了，就明天啦，就明天，明天再待续，辛苦啦，我要掐死 Nepercall。
谁？你给我过来，我掐死你啊！喜欢今天的惊喜吗？为了命，喜欢跟喜欢想掐，还是想掐他？我决定了，等我的班表稳定以后呢，我就再约一场，就是回忆一下帕巴瑞斯真的来我店里面的那一天，然后我要掐他。我们就看吧，就看吧。我不掐他，我不解气，干过来。你怎么觉得要掐你一顿？妈的，王八蛋！你有事情不能好好讲你？也看到上面写，那就不如那不如两个都要如何？李欣娜，你想要两个，那我就结合两个都要啊，好吧，那我就两个都来吧，同时都两个都有出现啊，某方面来说，对，某方面来说，只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干你给我过来，我觉得要掐你，干我一定要挑着掐你，妈的过来，我们就看之后的状况了，我们就看了。